听说有活动是吧？世代送抽奖，这一家请负责的帅哥跟我们讲一下。哇，只要一名看到尽量晒，329名。今天是买一送一，买一送可以啊，我觉得我有完成。所以有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昨天晚上会不会有人那个最大尊敬的 promotion？ 晚上，昨天还蛮紧张的，因为很早就从台北出发来宜兰，所以很怕睡过头，大概睡两个小时就醒来一下，看一下闹钟。蛮紧张的，谢谢我们的尽量晒。然后现在走来的这个哇，感觉这里看，因为大家都有说东山河的比赛通常都是艳阳高照，那还好我平常还蛮喜欢晒太阳的，所以就是这里感觉好清凉，不会这么的不舒服。那我看到很多皮肤很白的女选手，然后我就觉得说好佩服他们。是加拿大魁北克的冰原保护区，经过18000公里才到了台湾。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水资源，好不要浪费了，这是重点。感谢。谢谢，我也欢迎大家来到这边来。好热哦，好热，我想脱衣。然后接下来思怡这边走到的，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摊位，太热了，来自于我们的维生健康科技。他赶快把游泳练好就可以了。水淋一下，麻烦你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水淋一下。然后我们公司专门是做那个耳朵防护类的产品，像在东山河游泳的时候，水质非常脏，如果。